你来了。对啊。找一到我们后等下门就。他说好久不见我，怎么不带他去玩是吧？最近姐夫挺忙的，八月份就开始带你玩了。最近中文学的怎么样了？好点中。好点中，好点了喂。好那个啊，五月左右，我们要后海来离金珠。离金珠？不是，不是离金珠，不是离金珠。那是什么？我是离金珠。离金珠。这样的是吧？李金珠还会什么？还会些什么？我面顶的。第二个你好。你好，还有呢？你好，叫你。啊，你我们去二班参加。是我介绍。我。我是。我是李金珠。啊，李金珠。李金珠。哪里干？我，我不知道，就这样啊。今天晚上直播很好，大家还要考你嘞。今天晚上这里，哎，最近你们家怎么放了这么多货了？是的。我妈。还在准备，就是打算在要晚上。晚上。在网上。啊，网上。卖东西。在网上卖东西啊？嗯、做电商啊？对。哦。那我是做电商的，我这个水平不知道行不行，教你吗？对呀，可以就叫我爸怎么开账哈。可以啊。祝，好久不见，新早。Hello。祝背着第二栋。第二栋。地震。叔叔每天五点都是去散步的，去跑步。好，甭。带你去外面逛一下，吃点好东西。带你去吃北宁最好吃的，好东西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带你去吃点特色小吃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逛一下，然后吃饱了晚上好直播，再回来跟你妈妈说怎么做这个电商，好不好？卖东西，这些电东西在网上好卖吗？都是些拜拜神的，家人们，你看，还有这些，这是老丈家卖的。行，走吧，叔叔骑那个金珠的雅迪电动车，拜拜。祝你热烈。OK， 你看，就要姐夫，他就带要姐夫带要出去玩了。没事没事。姐夫啊，我想去蜜雪。蜜雪啊，现在都会说了。对，好，走。前面我们刚开了一家什么中国奶茶店。奶茶店啊。尝一下。前面去尝一下吗？你讲。这茶水行啊，茶是什么耶？茶颜悦色吗？不是。是什么？霸王别姬啊，哦，那个奶茶很好喝，走去前面看一下。霸王别姬都开到中国街来了，开到越南来了。看，我们到了。大家看一下，霸王别姬啊，这里是，哇哦，这个是不是正宗的，家人们？看一下，来，快点来尝一下。这位。去哪里有这么多朋友？对啊，他们都认识我的。拜拜。这里的老板请我们喝，不拍你，没事的。干杯。去逛逛，好喝啊，茶叶。啊？他想。学中文还不会，看不到黑板是吧？他住在后面啊。嗯，那走。写中文又难了，所以他想买个眼镜。行，姐夫20天没见你了，奖励一副眼镜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看看越南的眼镜贵不贵啊？走，出发。眼镜啊！姐夫，快点。来了啊，别急。每次抓到姐夫，好像抓到什么一样，家人们。来到越南的眼镜店，看看这边的眼镜是怎么卖的啊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吗？啊，这边还有打折50%的，减50%。哪个五折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哎，这个我给他点来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
这个好看吗？金珠脸这么小，拿一个这么大的眼睛。好看吗？帮你选，你自己选，随便都可以。现在呢，先选这个眼镜啊，然后等一下就去这看一下它近视了多少度。还有近视啊？嗯。哦，随便选，金珠长得漂亮，选什么都好看。对，有空。OK， 六 OK， 再哎，这个的这个好看 ，OK， 真的真的，这个最好看了。但是他脸好圆，戴一个更圆的。他脸不圆，他是瓜子脸。OK。这个 OK。给他脸部。娘，现在测一下，看看三妹多少度啊？看看金针，格丁。这个是再试一下。度数。对，试一下度数。不是这个眼镜呢。我知道。怎么样了？他说现在先拿眼镜，然后带三妹去那个看眼镜的医院啊。还要去医院呢？对。因为他戴的那个他感觉不舒服。不舒服啊。那现在这个先拿镜框是吧？对，先拿镜框。镜框多少钱？15万。15万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是这个。大哥看一下。15万，家人们，这边的镜框。然后镜片的话要那个看一下。对。哇，家人们看一下。哇，这挺漂亮的。这个打五折了。打五折15万是吧？50块钱。那先去医院，然后再配镜片，对吧？嗯。这边做什么？还蛮负责的了，家人们。扶一桌。过来。我们现在来到医院帮他看眼镜。看眼镜，好，走。关门了。六点了。走。关门了，明天来吧。越南医院关门真早，我们中国的医院啊都很晚关门的，越南5、6点就关门了，到去。对，他们5点就关门了。还有我经常去买药呀，也没有24小时的药店。家人们，越南还是比较要不方便。走，现在回去吧，先回去，明天俺麦得够。OK。俺麦看看他的明天，看看他的那个近视度有多少度啊？上车。在家吃吗？对，现在在家吃。你这么久没有回来，都不陪老家人喝两杯。对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准备什么好吃的？很多啊。很多，走去看看。准备在老丈人家吃饭了。三妹今天很开心啊，见到姐夫。吃饭了，给他们看一下。这么快啊，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哇哦。对。吃饭，煮锅，安哥。我妹。安哥。这个妈妈炫耀她的眼镜了，你看一下。对，他们在说这眼镜好看，好看又便宜，才15万。对，吃完了，准备去洗碗了。宝，叔叔每次吃完饭都要喝茶，文仔。去文仔。OK， 你走吧你。你去文仔洗碗。我去喝茶。我去。奶茶，你先来。我去奶茶。想得好。我久了，你喝奶茶还是洗碗？奶茶。他懂了你了。懂吗？厉害耶，学中文了，金耶。你看这两个狗看到我都很开心。三妹，洗碗去直播，快点。洗完碗去直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我把这个视频剪出来啊。预备。啊，走。我也去。吃完饭了，现在，嘣，一来亲去直播 ，OK， 走，去直播了，姐姐带他。好，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在丈母娘家的一天，拜拜，嘣，拜拜，嘣，点点家的。
肯定帮助。还没忘记，拜拜，下期视频再见。拜拜。